要去啊？当然了，我像是说着玩的嘛。哎，你说现在这个时代，就是你们年轻人的事啊，机会大把多的是，应该多去尝试，哪像我们那个年代是吧？就只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嘛。你说什么呢？哦，不是不是，我是说你妈当年，你看不就只能在我这棵树上吊死吗？是不是？我就是想告诉你，对吧？就像这个穿衣服一样的，这件不合适你，那下一件合适吧？一双鞋不合适你，没准另外一双鞋更合适你呢。你总得去试试不同的款式吧。奇奇怪怪的，到底想说什么呀？严大壮，你是不是有想法了？什么想法？哎，行了行了，别给我装蒜了啊！你跟我妈都分开那么多年了，你的内心是不是开始蠢蠢欲动了？谁蠢蠢欲动了？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别解释了，我又不是那种不开明的女儿，是不是？我都已经说了，只要呢你把她带回家接受我的审查，就一切 OK。哎呦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我的姑奶奶有，我就告诉你了嘛，对不对？那带回来也得自己合适才是，是不是？我倒是你，你说你自己现在那位，你觉得合适吗？我觉得挺合适的，很好啊。不过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不合适的，哪？你告诉我，怎么不合适？那就是太合适了。嗯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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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开心就好啊。晚安。好，晚安。晚安。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晚安。太合适了。这个服药嫂真是服了。陆经理，哎，有事一块儿说。严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不是，你回国怎么都不说一声？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吧。你出入总经理的办公室，也不用敲门吗？这是我的办公室。陆经理，哦，不对，陆之昂副经理，你知不知道在公司要尊重上级？出入办公室的时候要敲门。你已经不是三岁的孩子了，这点道理你不会不懂吧？什么乱七八糟，你说什么呢？陆副经理，以后呢，请你严格遵守上下级守则以及公司的规章制度来行事，否则的话，我有权开除你。以后呢，进我的办公室要记得敲门。现在，请你出去。这什么情况？陆经理，刚才我就想跟你说的，这个办公室新来了一位经理，你的办公桌在这边。喂，你好，陆副经理，请你把后天傅小司与程七七的访谈活动策划书详情整理一份交给我。这份不是下午才要吗？快一点，我现在就要。莫名其妙。
对了，别忘了今天还要上交这个月的营销计划财务报表。别死气沉沉的，快点。到办公室，就现在。严总经理，您要是缺助理的话呢，你就自己花钱雇一个。再见，拜拜。我现在没空。我说了，我现在没空，有什么话待会再说吧。严总经理，我要请假，这是我的请假表。陆副经理，你这个表格填写的也太简单了吧？请假原因这一栏，你只写了家事。这个理由含糊其辞的，我恐怕是没有办法答应了。我请的是自己的年假，应该没问题吧？我不管以前你是怎么填写这个表格的，反正这个在我这里不能通过，拿回去重写。我真的是自己的私事，反正呢，这下你不批，你就算我轰动吧。陆江，你是不是要去找立夏？去。去你穿成这样，还想玩跟踪了？这位是，这位是我的尾巴。说谁是尾巴？哎，伯父您好，我是严墨，我是陆志昂的领导，我是来家里视察情况的。领导。嗯。里边坐吧。哎，谢谢伯父。志昂，好好招待人家啊。好嘞。尾巴。领导，哥哥，你好胖啊！他可比你可爱多了。就算，咬他！这么晚过来，还没吃饭吧？没吃呢，忙完就来了。那我们出去吃呗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出去吃多麻烦呀，我会做。伯父。家里有什么食材吗？西红柿，还有鸡蛋。
应该不够吧？够了够了，这两样食材我能做四道菜呢。哎，伯父你就等着吧。兰儿。啊。儿子，长大了。啊？那我就等着吃了。哎，我说，嗯，你不行别逞能啊。谁说我不行的？我行的，我可厉害了。你以为这么多年我一个人在日本是白混的？哎，不是，嗯，在日本不都是我做的吗？嗯，我就实话跟你说吧，那段时间呢，我是故意给你机会，让你来照顾我。哦，今天呢？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大厨的手艺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出去出去出去，你在这影响我发挥，都给你做好吃的啊！去去去去去。第一道，凉拌番茄，噔噔噔噔，番茄炒蛋，煎鸡蛋，番茄蛋汤。这个刀工还真是写意啊！啊，哎呀，口感好就行。口感好，嗯，这个我也看得出来，这个西红柿跟蛋很融洽吗？我都分不清哪个是西红柿，哪个是蛋。好吃的，这是好吃的，你别在意那些小细节嘛。不要允许一定比例上的失败，对吧？但是两菜。一汤绝对是够了的。最后，隆重介绍一下，番茄蛋汤。哎，这能叫汤吗？这怎么不能叫汤？伯父，还可以吧？其实吧，也不用这么麻烦。哎呀，年轻人有心就好。嗯，有品味。啊，对了吧，明天还是我开车吧，路挺远的，您休息休息。我还没老呢，我能开。还是我开吧。行，你开。果然还是要去找立夏，怎么连爸爸也要去啊？伯父，那你也要去啊？我当然得去了，那是大事儿。哦，陆之昂追女孩子，连他爸爸也要上阵吗？明天一大早去买鲜花和水果，我怕今天买了，明天就不新鲜了。好，没问题，放心吧。那么在意他，还要带礼物，那我不是没戏了？不行，伯父，我也想一起去。你去干嘛？别走了。以我们两个现在的关系，这么重要的场合，我怎么不能一起去，对吧？行，一起去。谢谢伯父。让你睡我的床，真是便宜你。这可是伯父让我住的，好好给你爸学学待客之道。哎，陆上陆上，你看你看你看，有我哎。这里边这么多人呢，有你也不奇怪。谁说的？我那么耀眼，一眼就能看到我。哎，我跟你说啊。嗯。我要是知道这里面有你，嗯，我都不放出来。行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嗯，明天还有祈祷呢。嗯，你要是起不来的话，就别勉强。我起得来，起得来。
几点了？七点。七点，你早点睡啊。你没告诉人时间啊？我说了，可还没起来吧？咱们自己去吧，要不然。这样好吗？没事没事，来走吧走吧。走吧。伯父，你们准备吃饭了？是啊。这么早起来？啊，不久不久，才等了半个小时。志昂还怕你起不来呢。OK， 该吃饭了，走吧，我请客。哎呦，又请我们吃饭，楼下餐厅可都吃遍了。走吧，该吃的好了。走。什么情况？请客吃饭，居然不叫我？陆志昂，你眼里还有没有领导了？行，陆志昂。我今天要是不给你点苦头尝尝，你就不知道什么叫上级。没想到这小子平常嘻嘻哈哈的，喝东西还挺有品味的嘛。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我的拿铁。营销方案，反正最后呢都是要给领导我看的，早一点晚一点都是废纸。我来帮帮你吧。陆之昂，给你画幅画。请人吃饭，钱包也不带，你干嘛？刷脸啊？站在立夏旁边笑那么开心，现在看我怎么不笑呢？苦瓜脸，让你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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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干嘛呢？变态，吓死人了你！Thank you.
我钱包干嘛？我地上捡的，不用谢。哦。哎。干嘛？有事儿吗？嗯。说。对了。嗯。傅小司，那天那么重要的事情，他都没有来。你作为营销部的副总经理，你是有责任的，去给他给我找回来。他在哪儿我又不知道，你报警吧。你这是什么态度呀？他跟你关系那么好，你能不知道他在哪？你要是不知道他在哪，你就去问他助理啊，他不是你女朋友吗？哎，他助理也联系不上。怎么可能？啊，他跟他助理一起不见，他俩在一块儿。有可能呗。你这是什么表情？落寞。有病啊！哎，你们三个什么关系啊？我知道了，你跟傅小司。哇塞！你没事吧？哎呀，你就告诉我嘛。你就告诉我嘛，你跟李帆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跟我说，我保证，你要是告诉我的话，傅小司这次犯的错，我替他扛，好不好？你告诉我嘛！哎，行行行，我是电灯泡，行了吧？你是电灯泡，那你跟立夏，你还是单身对不对？单身啊。真的啊！是是是是是是是。单身，单身。甲板上夜晚的风真的好舒服啊。肉丝儿啊，你这是被辞退前的狂欢吗？啊，哎，我为什么要被辞退啊？你捅了这么大的娄子，你以为老板会留你啊？啊，哎，老板娜娜你就不用操心了，他我能搞得定。你能搞定？嗯。哎，你这么自信，你们两个什么关系啊？你是在担心我跟老板的关系啊？你这是在关心我吧？我没有。哎，别啊！你看你那个表情，一看就掩饰，掩饰就是狡辩，狡辩就编故事，编故事你就担心我，你说你是不是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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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！醒醒，醒醒，叶墨！你怎么回事，陆正啊？哎，我才刚帮了你好兄弟，那么大的一个忙，你就这么对我，渣男！我是让你再保持清醒，好不好？胡说八道。无所谓，反正呢，我这个人啊，从小到大就喜欢挑战高难度的事情。陆正，嗯，我呢？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要通知你。什么？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追你。哼，哼，哎呀，我要追你。哎呀，行了行行，你什么也不用说了，你呢有权保持沉默，不对，你最好是别说话了，反正呢我也只是知会你一声。那我要是不同意呢？你不同意就不同意啊！我要追你，爱同意不同意。这个事儿呢，我已经告诉你了，我要先回家了。哎，我送你吧，这么晚了。哎，别，不用了，很近，不用送。
等会儿啊，儿子别着急啊，一会儿就吃饭啦。买个嫩的啊。爸，爸，我给您泡了一杯特别香的茶。有事就说话吧，啊，就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嘛。儿子，吃饭喽，来。那什么？出来了。今天送出去那三对墨镜，算你的了。我说今天被你这么一折腾啊，你老爸我呀，损失的可不止三对墨镜啊。我知道，可我那不是闹啊。那个唱歌的撒谎我不管，可他撒谎影响了我朋友，那就不行。哎，宝贝儿，你说今天我替你给兜住了，万一下回我兜不住呢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你老爸这个公司不是我一个人的，这是不是还有贺阿姨呢？啊，咱们商量商量，以后你在外边做事的时候能不能替？不能。好，好，好，不能就不能，你把我儿子还给我。儿子，你怎么那么命苦啊？摊上这么个姐姐，嗯？我这么美的人，居然要倒追陆之昂，居然还要给他送外卖，有没有搞错啊？好久不见，你的宣传海报贴的到处都是，我想不见你都很难哎。都是一些公司常规的宣传，没办法，我必须要配合。嗯，那是当然啊。不过下次呢，你可以跟你家 P 图的美术说一下，那海报上的脸怎么看都觉得有点假。高跟鞋太高，小心跌滑。我脱下高跟鞋还是我，你呢？摘下你的明星光环，你还有什么？我在办公室给你带了薯条和你最爱喝的美式咖啡，你人呢？我在陪菲奥斯，可能要很晚才回去。
要慌。陆之昂哪里藏？司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那就怎么没关系了？那傅小司签售会开不了，他就不开心。他要是不开心，陆之昂就不开心。陆之昂不开心，我就没法和他约会了，你们知不知道？哎，行了，我的姑奶奶，我头都被你搞大了。你就答应我了吧，大不了这签售会的钱我出，就从我买包的经费里面扣，行吗？行吗？我都跟你说了，这不是钱的事儿。你爸的公司又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是不是？还有贺总在公司呢，每天十几条眼线就这么盯着我。再说了，傅小司的事情到现在还没弄清楚，在这个时候给他开签售会，整个公司上下有多大风险，知不知道？嗯。爸，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处，我也不会逼你表态的。但是现在舆论最热的时候已经过去了，而且傅小司他也需要公司的信任啊。你就放一点，一点点水。行不行？不行。也拉着。好，那你就将失去一个下属和女儿，还有一个儿子。你，严茂，你闹够了没有？老爸平时是挺宠你的，但公司有公司的规矩，你不能老是这么任性，是不是啊？反正我告诉你，这次你就算把你弟弟冲进马桶，我也不能答应你。行，行。你既然不顾女儿的情面，那我就离家出走。你别找我，找我也不回来。你回来。不管怎么样，明天我都会以销售部总经理的身份向公司宣布同意召开签售会。到时候你要是派空降兵拦着我，我就只能迎战了。喂，是我。公司明天关于小司开签售会的事情呢，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。如果贺总问起来，就跟他说所有的事我担着。啊，好。第二天，大家惊喜地得知签售会将如期举行。尽管公司并不公开支持，但对于我们，这已经是最好的消息。志阳和严默几天几夜地推敲签售会的可行方案。这个活动可以不去了。七七也协调了工作，决定无论如何都会挤出时间来签售会现场助演。而我在遇见和断桥的陪伴下飞到很多城市，请求粉丝们在一块精心制作的白色帆布上签下他们对小司的鼓励。尽管一路上困难重重，但有什么关系呢？只希望这是送给小司
最好的礼物。看不出来，你也会这么紧张。刚才不是装挺淡定的？如果连我都慌张的话，他会更没有信心的。部长。啊。你知道你什么时候最有魅力吗？什么时候？就现在。原来你喜欢我这种身心疲惫、无精打采的时候啊！才不是呢，我是喜欢你为朋友着想、认真的时候。原来我这么帅呀！别夸你一句，你就上天行吗？你要是什么时候对我像你对傅小司那么好，那才这么帅。一定会成功的，老天没有理由去为难一个努力的人。希望明天一切顺利吧。嗯，加油。走。走吧。嗯，别紧张，没事儿。嗯。嗯。你们俩挺熟啊。啊。我跟他怎么会熟呢？我可不是那种巴结上级的人。那我去那边等你啊。喝喝喝喝。嗯，冰箱呢？就是出来再喝一点。他喝不动了，今天太辛苦了，让他先休息了。这么心疼李夏，嗯。今天 Aaron 让玉见留下来，不会是想签他吧？玉见条件那么好，有机会的话一定可以出来的。嗯。嗯。对，我跟你说，立夏是个真性情的好姑娘，她这个朋友啊，我交定了。行了，你别骚扰小四嘛。啊，我没有喝。小蜜蜂，小蜜蜂，两只小蜜蜂飞在花丛中飞，两只小蜜蜂飞在花丛中飞，左飞飞，右飞飞，咕噜咕噜。嗯，今天我要是没来上班的话，记得报警。飞飞飞，吃饭叮当布，飞起来。来喝喝。嗯，飞飞。走了，陆长小心。嗯，陆志昂。嗯，今天谢谢你们。拜拜，拜拜。两只小蜜蜂。到了。嗯，这是哪儿啊？你掐呀。嗯，啊，嗯，还真是。你到家了。老师，我回来。我送你到门口吧。啊，不用不用。很近，我自己走。你都喝成这样了，我不放心，我送你。陆章，你怎么回事？我都说了不用了。啊，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，不需要你的时候你瞎跟人起哄，烦死了。走。行啊，你走吧。
哎，你到家发短信啊？回吧。喂。哦，邓乔。行，那你等我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不好意思啊。喂，不回来，不回来，就是不回来。你叫我宝贝儿也没用，谁是你宝贝儿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别找我，你呢就跟你的乌龟过一辈子吧，别找我。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在意一个人？也许是小时候揪小女孩辫子的时候，也许是成年后欺负她挑她刺儿的时候，但突然有一天她脱离了自己的认知，内心便开始纠结不安。这个感觉似乎比在意还要更深一层。哎呀，胡乱我的小祖宗，你别闹了！那发布会不是都成功的吗？好了好了，你跟我回家好不好？发布会成功了，跟我跟你回去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发布会成功又不是因为你，反而开不成才是因为你吧？放手。我知道一开始是我态度不太好，对不对？但后来我不是也考虑到你的感受了吗？是吧？那你现在到底要怎么样才好呢？啊？你求我呀！啊，你，我求你就求你，好，我求求你。你求我也没有用。哎呀，你别闹了，真的。你说你一个人在外边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好，对不对？我得多担心你，是不是？好了好了，乖乖乖乖，跟我回去吧啊！哎，你干什么呀？公司里啊，上下级干啥？拉拉扯扯的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我喊了啊！你别给我来这套，我喊了！哎呀，你别来这一套，快点！哎，不是说好了要一起吃饭吗？熟啊，哎，我跟他怎么会熟呢？我可不是那种巴结上级的人。那我去那边等你啊。哎呀，我知道一开始是我态度不好，对不对？但是后来我不是也考虑你的感受了吗？好了好了，别闹了，快点。哎呀，干什么干什么呀？公司里啊，上下级干啥？拉拉扯扯的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我喊了啊。严墨，你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啊？你干嘛？吃醋了？我吃什么醋啊？我没吃醋，你这样。哦，我知道。你看着我身边有比你帅、比你有范儿、比你有钱的男人，吃醋了，对不对？我在很认真的问你。我也在很认真的问你。你是不是喜欢我？哎，你说你挺好一姑娘，你长得也不错。那性格吧，虽然有点咋呼，但至少是善良的吧。我
我，突然吃醋，然后夸我，这是要表白吗？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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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还没有准备好呢。哎，我跟你说话呢。我在听。啊，所以吧，我觉得你至少应该找一个，不管是，外表啊、内心、年龄上，都适合的人。他这是在表白吗？表白吗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让我找一个像你这样的了？差不多吧。我什么意思？你明白了吗？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办？是不是要亲我了？不要让我再失望了。为什么他表白完没有亲呢？我知道了，他一定是觉得不公平，想让我主动先。他真是太爱面子了，一定是这样。啊，谢谢。这是我喝过的，我们就等于进阶接吻了。要不你现在抓紧时间把这个给艾瑞看一下。不着急，这个晚上给他就行。晚上？你怎么还跟他纠缠不清啊？那我中午的话不都白说了吗？你说什么了？你们这样会让别人误会的。误会什么？误会你们有关系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吃醋了对不对？也是。你说说看，艾荣，虽然呢年纪稍微大了一点点，但是长得帅啊，人又体贴，又聪明，而且还很有钱，对我又好。要不是因为有你啊，我就觉得我……严墨，艾荣他已经结婚了，而且他都有孩子了。再说他都快成当你爸爸了，你怎么？你不能为了一时冲动就破坏别人家庭吧？陆翔，原来在你心里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还有，我要郑重地告诉你，你口中的 Arrow 就是严大壮。他是我老爸，当了我20多年的老爸，听明白了吗？声音里头，我听到了离别的叶落，时间从没记得等候，只不过是偶尔会回过头，我们终将会流离失所，所以彼此才拼命
让你每天看立夏，你也得看看我，一天看8小时，一周看5天。陪你做完整的承诺，沿途就是我所有，有些眼泪晶莹剔透，却是青春最美好的几刻。陪你做完整的承诺，渲染悲伤到最后，只等有天每一个片刻都随着我能攥在手心中的幸福了。看你们这么不开心的样子，本姑娘决定亲自出马，放心，我一定帮你们搞定。那个他是否会很想我？我有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那。这能管用吗？我对香水的了解呢可比你多多了。嗯，看到没有？哎，真有用。想不到你生活常识还挺多的。我一直都有生活常识，尤其是你从日本走了。怎么样，后悔了吧？觉得配不上我了吧？陪你走完整的承诺，从来没有注意过你的笑容，除了搞怪以外也有安慰人的力量。也不知道在这许多事情的背后，你默默付出了这么多，我总是看到你没心没肺的样子，却忘了说一句谢谢。没想到立通把场面搞这么大，小慈不来真是可惜了。哎，希望云剑不会紧张吧？我觉得我比他都紧张。不好意思，我又来晚了。哎，别，啊，我家也是你坐。哎，哎，你俩生气了？哎，你能不能稍微消消气儿？我请你吃饭还不行吗？不稀罕。哎，我觉得你宽容大度一点更漂亮。不需要。哎，嗯，要不我跟你换个位置吧？不用，你坐这儿。好尴尬。总算赶上了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嗯，你知道这世界上最恐怖的3件事是什么吗？什么？一个是得罪女人，一个是得罪上司，还有一个就是得罪女上司。我全赶上了，哎，我真是倒霉到家了。高人气选手遇见淘汰，这个结果很出乎意料。我们下一位的选手，他的实力和运气如何？刚那选手在哪？谁？于剑。他好像去化妆间了。你说说看，遇见唱歌唱得那么好听，是个人都能听出来吧？也不知道是哪个破品玩的，一点品味都没有。是啊，这届评委的标准还真是奇怪啊。遇见那么喜欢唱歌，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一次机会，结果也错过了，他心里一定很难过。这下好了，恐怕严大壮都没办法了。只能希望遇见可以遇到更好机会吧。
行了，你别伤心了，玉剑那么坚强，以后一定没问题。怎么了？你刚刚是不是摸我头了？有吗？你有，你有，你就是摸我头了，摸我头你就喜欢我。这算什么道理？摸我头就喜欢我，还不吃，烂人。对不起了。你走开，我不接受你道歉。我是说上回误会你和你爸的事儿。哼。哎，别生气了。我先吃饭。吃什么？哎，你说。吃海鲜，最贵的。都这个点了，我就要吃，吃吃吃。我试试。好。老板，两斤小龙虾，一斤皮皮虾。慢用。说好的海鲜大餐呢？说好的日式海鲜大餐呢？你就这样欺负我，这么打发我呀？都这么晚了，你想吃海鲜，能有这些已经不错了。这什么呀？你看看那么多脚，属蜈蚣的。还有这个，壳那么硬，蟑螂壳的。我还是想吃糖醋排骨。哎，原来呢，我觉得。你至少对吃应该有点见识吧？现在看来，你只知道糖醋排骨，你不吃我吃，都是我的。嗯，好吃吗？人间美味，你不懂。签了就好了。我刚弄的新指甲，我弄坏了。你刚不说不吃吗？你就别吃了，都是我的。你剥一个吗？不好吃，不好吃，这不是蟑螂吗？嗯，真好吃，比糖醋排骨还好吃。哎，严大小姐，您吃够了吗？我手都快抽筋了。当然没有。不过呢，这算是啊最近这段时间以来最开心的一件事。哎，不是，这也太不公平了！我包了这么多，你至少让我吃几个吧。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公平的事儿啊？就连我跟我亲爹撒娇都能被当成是包养，你剥点虾算什么呀？剥吧。行。初恋第一次约会，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。是啊，这世界上本身就没什么公平的事。你吓死我了！我的妈呀！如果是立夏的话，对不起啊，我没想到会吓着你，下次我会注意的。你
怎么说话这个味儿啊？等会儿，你还想要下次？你把钥匙还我。哼，哎，不是，你今天怎么穿成这样？我觉得最近我们大家的心情都不好，我们应该出去散散心。风格变了，口味还是没变。你吃一个，你也吃。我不仅吃东西的口味没有变，在很多事情上，我好了。嗯，你知道我们去哪？上天。哦。那个，不用你帮忙，我来。啊，走吧。这是我亲手做的，好吃吗？你是不是把糖当盐放了？怎么怪怪的？这时候如果是立夏的话，是我没有做好吗？我去重做，看看问题出在哪。那可能是我没有做好，我拿回去重做啊。不用了，没事。天气这么好，怎么突然想吃松子了呢？松子虽然难剥，但是你想吃，我就给你剥。哎，不是，三只松鼠不就剥好了吗？你不买那个？哎呀，机器剥的没有爱，手剥的有感情。哎，算了，我还是吃腰果吧。啊？哎，不，夏威夷果。张，你到底想吃什么呀？碧根果。是立夏的话，碧根果。碧根果。哎。哎，坐着干嘛？啊？你不要搭帐篷吗？我去搭帐篷。去吧。严墨，好没好啊？天都要黑了。啊，马上就好。磨蹭什么呢？再不好，我们都要回家了。认真，立下婚约。快好了，不会耽误的。你再等我一会儿啊。你行不行啊？不行别逞能啊！陆章，有完没完了你？给你点甜头，你不知道自己是谁是不是？哟，不装小白兔了，啊？本姑娘还不屑装么小白兔呢？你看，本性暴露了吧？其实我觉得你这样挺好的，做你自己就行了。真的？真的。我帮你吧。爽。
笑什么？我在想你下次会玩出什么花样来。下次？你是说下次还跟我出来郊游啊？我是说下次可以叫费奥斯立夏看个樱花什么的。嗯，就是不愿意单独跟我出来。不过大家一起出来玩也挺好的，可以吃烧烤、喝啤酒、看樱花。我在日本都没这么玩过呢。你在日本这么多年没看过樱花呀？哎，本来是约了朋友去的，他们呢不是这个有事就是那个有事，到后来呢，我把樱花节的樱桃都吃完了，还是没能一起去看樱花。哎，不是，樱花和樱桃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没关系了？你看看啊，一个那么好吃，一个那么好看，一个那么美，一个那么甜，他们肯定有亲戚关系的呀。你这生物也是挺好的。那你说说看，樱桃是什么结的？总不能是樱桃花结的吧？樱桃的。嗯。那算了，你说什么是什么。你说这么美的樱花，花期怎么就那么短呢？可能是因为短暂才美好吧。怎么没鱼啊？又来了，这个角度好，这个角度好，一二三，哈哈哈。他怎么出镜了呀？讨厌，怎么哪都有他。七七现在这么火，还没有这么多广告。我看要是遇见拿第一啊，他还能这么嚣张的起来？你这是对他有偏见。我对他有偏见？嗯，你也不想想看，那比赛的时候说的是他按的红灯呢，他不也是评委之一吗？哎，我们怎么说也是同学，他干不出这种事儿的。再说了，你也没有证据，你干嘛说人家？好，等我有空的时候我就去给你找证据去。我就是不想看见他。不行，我今天啊就让严大壮把全程，真人像。我不想看他们。哎，费奥斯怎么跟法务在一起啊？干什么去？你这么紧张干嘛？我紧张吗？你是不是有事瞒我？说啊。小斯现在合同有点问题，好像要打官司。这么大事儿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严大壮不让我说，我也不敢跟你说呀。你别着急。如果有一位评审亮起了红灯，其他三位的红灯也将会被点燃，同时也请我们现场的评委谨慎的决定，因为这将关乎他们的命运。请等一下。女士您好，请问您是新鲜绽放的评委之一吗？是的。是这样的，那天在新鲜绽放的总决赛上，有一名叫遇见的选手被淘汰的事儿，您还记得吗？他的红灯是谁按下的？您可以告诉我吗？很抱歉，无可奉告。我是他的好朋友，我真的只是想知道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只能说，那天pass掉他的不是我。我也感到很难过，
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歌手。你这是对他有偏见。我对他有偏见？嗯。你也不想想看，那比赛的时候说的是他按的红灯呢，他不也是评委之一吗？哎，我们怎么说也是同学，他干不出这种事儿的。再说了，你也没有证据，你干嘛说人家？好，等我有空的时候，我就去给你找证据去。新鲜绽放舞台的所有导演资料都在这里。还有别的需要吗？你等一下。当时对准评委的是13号机位吗？嗯，是的。这些袋子是不是今天就运到丽彤来了？在哪？程七七，我就知道是你。那天除了我以外，剩下的评委还有三个，你凭什么说是我灭了玉仙的灯呢？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，不打自招啊你！我刚刚说什么了没有？我现在更能确定就是你干的。我说这样的话能代表什么呢？你别给我装不知道啊！13号机位的袋子现在就在你身上。你凭什么说袋子在我身上？你是真能装啊，陈七七！那天的事情你要是一无所知，你来这儿干嘛？逛街？我为什么不能来这儿呢？我来这儿有我的工作，你也不是我的领导，请你不要管我。行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就把包拿出来给我检查一下吧。反正这样你也可以自证清白，也省得我天天纠缠你。阎王小姐，搜包是要犯法的。那又怎么样？好，我可以让你搜，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，我可以保留追究你法律责任的权利。行啊，我就不信没有了。拿出来，严小姐，我在你的心里为什么这么不堪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一定要认定袋子在我身上。刚才你已经说袋子在包里，你要搜，我也让你搜了。现在没有了，你又说我藏起来了，我怎么得罪你了？不是，哎，陈七七，你这个女人真是会演戏，袋子就在你身上。够了，阎王。别你！不好意思啊。谢谢。你严墨，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了？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呀？穆长，在你心里。我就是这样的人，是吗？对，又蠢又笨，没有判断力，你根本就不相信我。我只能相信我看到的。